喜欢动物，但我住在乡下哈，那个我们大家都是说，哎，我那饲只金生，啊，就是要个饲啊，啊，你不要抬来饲啊，呢，这个好像是理所当然。因为兔子哈，在我们乡下有一个人从海边过来，从那个王宫那边过来，他会收兔毛，别人卖二十块，我可以卖到二十五块啊，那时候很有成就感，我就是一直去杀，一直杀。我现在是想起嘛是真正艰苦，为什么人啊不敢饲，我要甲抬，安尼敢对？现在学佛了啊，跟着上人，我觉得说真的是大忏悔。过去伊那时代才所做，为了欢喜来杀生，即款这是就是真正无慈悲，真正是足痛苦。刚好礼拜主日以后，主日有一些早课啦，做一些念佛啦。我跟讲，你做唔着代志无要紧，你若真心忏悔，哦，安尼，他我相信人家的幸福也是会原谅你。参加法会、念经以外呢，我还有就是说积极在做的话，就是护身。我住住伫香溪河哈，树林桥卡即个只，只下骹足侪鱼啊，啊就足侪人钓鱼啊。所以我呐拜六礼拜无上班的阵啊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去遐，来讲卖钓鱼啊。这动物甲咱建立好，也不是咱的玩笑啦。咱有啥物爱食伊个吧？咱有啥物那话较注意的？结束都无杀生，减一个人杀生，减一个人就错。我来讲，哎，另外这是我的工作。